加个 vlog。我们复活者联盟开始的第一天的训练，咬着筷子练。三分钟啊，我就是拿那个计数器机的。啊，你笑容很甜美、啊。我很热热练出来的。我的个天！我热热练，我干这练习。感觉就像回到第一集。我在那个大碗快面的时候，然后就一直心心念念，昨天晚上念到我现在就不加都哇，这么大了，这是小蛋糕，我们有小蛋糕。奖励大家，练得好就会奖励。哈哈哈。王边边，小蛋糕来了，小蛋糕，给你了小蛋糕。哈哈哈。你干嘛呀？王菲菲的眼神都离不开我。因为你们都在这里，我就赶紧补完妆回来。你就补了个嘴巴吧。啊，补了个嘴巴。他说那个真的是跳的有点夸张。今天这个是 Tiffany 蓝。今天不是我们凤凰吗？因为准备的小蛋糕啊。现在开饭，小蛋糕开饭了，小蛋糕。他那脆是在哪儿啊？来来来，哎，不要客气了嘛。好有心。哇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啊。我们刚刚那个助跑应该再来一遍，来来来来来。我你快来来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高兴，太高兴了。你那是拍的什么？拍的喉结一下，拍了个寂寞。你在想我？有啊。你在想我？有啊。哇，什么唇？拍到那个时候，你在冰城旁边，脸好大，好黑。哇！你妆是怎么的了？没错，我今天打的最白的底。那你在冰城久了。你看你俩自己感觉、吓我一跳。你看这里就是星际民航，这里就是星际民航。美容美发专区，美容美发专区，这边就是等候区，就是在这里每天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切血。我们的创作之旅，你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哭哭啼啼，好吧？你什么都不会，你们说的那么好，安静啊、哦！你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哭。你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哭哭啼啼。你今天是小羊驼有没有？对，讲这个蛮有。你的脖子跟你的头发。对。你赶紧说一说。说我。流血了。就好看我的小这个吗？有上面的。对。好，我脖子好黑啊。你没接。哦，接了，我接了。不接戏了。我最近又晒黑了。你又不接戏了怎么办？没带了。快点，赶紧的。没带。快接一下，拿个遮瑕眼镜。哎，你这个
我怎么这么润啊？那是你天生丽质。没有啊，我们不用上车了吧？好的，在节目中录的节目，这就是孟扎的 vlog。节目中录的节目是我们的特征，就是小节目。季姐也好美啊。好了。哇，金姐，真好帅！请问你这是照片吗？不是，这是视频。哎，照片在这里。哇，刚刚那个下车好美。沙发出来的瞬间的表情吧。对，该跳舞了。你刚下车那一下，这简直就是。对。好，现在知道了，以后我下车也要这样下。什么？你们上次坐怪下又来？哦，又下，又下。那当然啊，好丑啊、哦！有录像干嘛要拍照片呢？就是一录像大家都不正常。干金城的鬼脸就是不丑，好的感觉。哎，我刚好奇你这个耳环到底是戴到哪里的？没有，我就要重申一下啊，我这个我还特地把哪吒的环儿扣在了脖子上。是。不，我特别的还去问了一下品牌。我说这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大个事儿，手上呢又有点大，还没有夹的。我套脚上嘛，我还戳不进去。当金箍咒有点小。对，然后他说你是耳环。你今天这个是哪吒的造型吗？那是踩脚上，它能冒火会飞起来。孩儿啊，我真是孩儿啊，就是哪吒的环儿加哪吒的头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金城送给我的花花，每一个姐姐都有，里面写着朱梦佳。孟扎配金城，金鹿加加加，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。金鹿加加加。天哪，早上好大家，我刚刚起床，然后我们的乘风破浪姐姐节目组真的可能快被姐姐们逼疯了吧。她竟然在我们的宿舍。什么鬼？放。好日子都来了。好运来。我一出来他就关掉了。早安，莎莎。早安，我今天很神头。哇，你今天看起来很有那种上老上海的感觉。对，我要搞成全，又不是收了。哎呦，这个嘴巴哟！哎呦，这个嘴巴旁边那个口红撕拉扯的哟。没年轻的。你是不是还在这里？你是不是还在醉？我也不知道，也是记录一下，用不用看我心情。我的天哪！我俩厉害，你俩当然厉害。我来，你把手放下，我求求你，都不可以，怎么推？是这样的，就直接按下。一二三。你生日快乐！你生日快乐！再来一遍刚刚那个，乖点，乖点。你今天其实我知道静姐为什么这样说你了，我知道静姐为什么这样说你了，因为，等一下，李森，你干什么？你哭了？那什么？快说一下，跟姐姐怎么回事嘛？啊？快跟姐姐们说一说，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你就这样出门，没有一点点防备。丹姐怎么回事嘛？压力太大了，对不对？丹姐尝试到了队长的甜品。不哭，小李最帅了，谁跟你接吻？只有自己。如果你想哭的话，你就倒立。倒立的话呢？谢谢收看嘉哥 vlog， 下集见。